带回，谢谢谢谢。我怎么觉得崇文哥摸起来有点好像坐起来他眼镜掉了，眼镜眼镜眼镜，哎呦哦，确定是这样吗？确定是这样吗？我们是凭动作，脸部表情尽量不要这样，表情没有不要这样，脸部表情尽量不要这样，还有唇齿微张吗？嘿嘿嘿，好，确定了吗？请 pose， 来，请开门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开始。身上有刺是不是？哇塞，哇塞，有刺的地方来了。陈佳云笑得很开心哎，不开心？为什么？不是，你看嘛，好好笑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只在摸那个球。哎呦哎呦，为什么这里有什么好尖叫的呢？他为什么要尖叫？好奇怪，是崇文哥在咬他。哎呦，一直摸那个球了。崇文哥眼睛哦，非礼勿视哦，非礼勿视。准备好了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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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，脚要摸清楚哦，确定了吗？时间到，带回去他的笼子，带回去。哎，哎哎哎哎，劝劝。哎，我发现娜娜是个心口不一的人。他刚刚说他不要摸，他不要摸，但后来是怎么拉都拉不走。哦，你开心吗 ？OK。嘿，早安，早安。哎，他跟我说早安。啊，早安，我们有过一个晚上了吗？哎，这样的对话有点……前面都发生什么事？你不是应该？是吗？是。娜娜，请摆出你刚刚摸的 pose。嗯哼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嗯。Are you sure？ 哦 ，OK， 这样了，好。小小鱼，请准备，预备备，30秒，请计时开始。哦，雷达子。啊？哎呦哎呦！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跟你自己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个的，你可以摸一下我们能播的吗？哈哈！娜娜说她很喜欢，她刚刚对崇文哥都没有说这句话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摸不到什么。我们无声胜有声啊！真的？对啊。哦啊！一颗球你也可以摸好久。看一下崇文哥，他已经在抽事后烟了。小小鱼带回去他的位置。小小鱼真的是哦，光挑重点摸。来，属于聪明的，前面的一二三四，请把姿势都摆好。好，确定了吗？哈，好的。1号到4号，现在请把你的 pose 摆好了。来 ，pose 住了哈 ，pose 住，准备好了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只能说。俄罗斯人都一样，左右不分。好的，恭喜，没有答对，请用刑。拉娜，拉娜，拉娜，你刚刚，你刚刚摸的那么仔细，怎么到这边左右相反？我爱，我什么？我爱，我很帅。娜娜，下次不好意思，下次来的时候来之前尽量先不要喝酒，好不好？恭喜我们的乐乐队没有得分，攻守交换。好的，再度看一下两队进攻。赵梦姿，请问你到底塞了多少钱给小梁？还是说老梁，你跟花花在代班的时候有什么约？没有错了，你错了，他花很多钱，因为他想要摸我，他想要帮我摆姿势，所以小梁哥是故意这样子摆，对不对？跟你没有关系，我是说后面，法比奥的后面是赵梦姿，后面不重要，我们要看重要的人是我。不好意思，你是这一排最不重要的。好可怜，好可怜，你有没有公报私仇？我有。你这样，我就是看不得花花好。我觉得马比奥，你会死吗？我今天拿破
好意思，你听我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决定保持原状。随便录啦，随便录嘛。来，我们请关门，请戴上眼罩。你是来停的？妈妈也有喝酒吗？是妈妈是吃药。吃药。好了，眼罩都戴好，我们就准备看题目是什么。哎。哎呦！这个很简单哎。很简单哎，很简单吗？超简，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，也是这个 pose 的。对啊，他在家里面除了 pose 这样，穿的也一样，哇，也是穿这样。对，那你们家电视不会觉得恶心吗？电视，来，请摆 pose， 请摆 pose， 你先摆啦，嘿。我就担心他如果觉得简单，但我觉得好像那个沙发没那么大的空间。我觉得椅子开始往下陷了，椅子它脚会裂开。哎，大家仔细看那个抬起来那只脚一直在发抖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怎么了？杜丽居然有穿袜子，黑袜子。我看得到袜子。你刚刚没有注意到。杜丽，你这样谁敢过去摸你？好臭哦！鞋子给脱掉了，只剩臭袜子。好 ，OK， 摆好了吗？来，预备，备，30秒。以为是不好闻，没想到摸到手也会痛。哎，你当作那不是袜子，那是脚毛吗？他故意不摸脚背的地方。对啊，啊这边也摸一摸嘛，会有痛风的感觉。宝贝，你要注意你现在摸那只脚，它的姿势哦。快跑了，杜丽快掉下来。来，请摆出你刚刚摸到的姿势，在你还没有把杜丽弄下沙发的时候，谁记得起来？他都掉落了，确定哦？哇，神怪哦！同一个姿势怎么感觉差那么多啊？杜丽为什么现在摆起来这么帅呢？我不是很帅吗？我觉得我不摆没有，你只有让我觉得你肉多。来，请坐好，杜丽坐好。这种发比较头痛的样子看起来好帅。OK， 好，预备备。我看到赵梦之，你知道有没有？在搓手，在吞口水。我有看到。摩拳擦掌了，满满的笑意。哇！你说什么，发彪？你说什么？好开心，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他刚刚听到张嘉云就害怕。怎样啊？我在这里啊，赶快摸一摸啊！一样的姿势哎。为什么刚刚杜丽感觉像街友哦？而且是油花比较多的那一种，就那种啊。你不觉得刚刚杜丽摆这个姿势，沙发很满吗？而且是假街友，真街友哪有那么多油花？对啊，不可能嘛！就想说，没有钱吃饭怎么还定啊？不一定哦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刚刚法比的时候没有关系，可以继续。啊。时间到。请带走孟姿，整个人身体快贴上去了，真的开心吗？孟姿开心哎，变小笑意，你看满脸，他想成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他很开心，而且法比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喘息声有点大，对啊，你确定吗？休闲哦，很休闲，哎呦，你确定吗？哎呦，好来，请把门打开。花花，请准备，计时30秒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我觉得不管是谁摸到法比欧啊，都会意乱情迷耶，摆的姿势都特别不一样哦，法比欧。你看这两张在摸的脸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他们好。孟姿刚刚是笑口常开，合不拢嘴。现在荒姐好像没有笑哎。对啊，带着恨意啊。好像随随便便弄的。可是我觉得不止荒花姐没有笑，连孟姿的笑容都有点僵硬。我觉得两个人根本在同一个那个经纪公司里面，就是互相不对盘。花花姐，你花花是来瞻仰大体的是？又拍的，他又拍的。
点笑容吗？他不是用摸的，用拍的。时间到，花花，请回到你的位置。你不用故意时间到，还假装在摸。对啊，你插错。